啊，跟着人家有什么，跟着其他学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那首先啊，这个我想邀请我们的会长，我们的陈英智陈会长，所以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陈英智陈会长，谢谢。校长，感谢校长，还有我们所有北新国中的家长，那个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英智，好，那我是我们北新国中现任的家长会长。去106学年，那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关心我的小朋友。那我从去年，我的小朋友是今年要升9年级了，要升9年级，就明年再一年就要毕业了。那我觉得很开心哦，在北新国中小朋友在这边念，那个全方位玩也玩得开心，念书也念得开心。那我们当中里面有很多7年级的学生家长，那有8年级、9年级。那每年一次的这种大会啊，其实大家都很开心，我都很特别的参与。那我啊，觉得特别感谢我们校长。其实各位家长应该都可以看到到处的新闻，如果你有在关心我们教育的新闻，会发觉这个台中市的公立学校，台中市包括台中县，就因为台中关，这样很多台中市，台中县里面大家出去啊，听大家在台北，台中高徐吉春校长在这个怎么好怎么好，那个自己做的好。我跟你讲，哎，我看了很多，好，那我这个，所以我们今年各校几乎的7年级的入学啊，很多也在少子化，很多学校都学生都变少，只有我们培训活动的人数是这个逆向成长。那个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徐校长带领我们培训活动的团队，在这几年非常的成长，真的非常大，我们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哈。那当然我们家长会也跟学校的配合也非常的高，那我们所有的家长在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帮我们学校做最大的后盾。那徐校长他有理念非常好的带领我们，等一下他会介绍大家看到这几年我公立学校的变景象性真的是，刚刚我们如果没有说进步，我想进步幅度，进步幅度低应该是个新活动哦。那我真的是我当我们家长的女友荣焉呐，好，那我话不多讲，我也谢谢大家来参与这个大会。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校长来介绍这几年来每年的培训的一些成果。好，那个我们很放心的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培训活动。好，谢谢大家。做了家长代表，我想你们会来这里参加，都是很乐意来帮家长会。那大家都成为这个家长会的一份子，给学校支持哈。那我们希望你们在下面这里勾选一下。去年刚我们有那个有报告过，我们从3年开始，我们去年的整个家长会的经费的运用，我们都把我们所有的经费花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学校办了很多活动，北新能够今天是学校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各项的竞赛都很好，表现都很优异，那我们也强力的赞助他们，不管游泳比赛、机器的比赛、各式各样的各处室的活动，特教班的我们都能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长去帮他们支持。大家好，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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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太正常了。啊，是叫我不管，真话，你是一个人，我是我咧讲话。谢谢啊，好，欢迎。我是那个理财行业，像你，我是我。我。